开台了 ，Nway TV 开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Nway News 安利新闻的主播黄静怡。Nway TV 在 MCAR 跟官网中跟大家见面喽。安利新闻秉持着专业的新闻采访精神，带给大家各式各样丰富的内容，包括产品、活动，还有创世代的精神，绝对是安利的伙伴们提供给大家分享的好工具。而且 Nway TV 不只有专业的新闻采访内容，还有精彩可期的电视节目。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，一块到录影的现场去看看喽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e a Better You， 做更好的自己节目。我是主持人萧彤文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更好的自己，但好的定义是什么？是更健康的身体，更幸福的家庭，更优渥的生活，还是更富足的心灵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您会看到创世代伙伴们的生活经历、冒险跟创意，更会发现原来事业竟然可以如此的生活化。请锁定您手中的 MCAR 跟官网， Nway TV 正式开台，请跟着我们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